今日咱们学习的唱歌啊，是咱老师的主文，叫做一心照顾你。啊，咱基调是一心只有你。那各位真正该唱了。哎吼，啊，咱现在放一届好不好？好。
吼，咱老师拢甲咱当作是囡仔，对不对？人物像咱迄个做长寿迄个叫做就是，拢讲叫咱宝宝迄个，咱是先锋啊，拢叫咱宝宝对不对？因为吼，伊一定话咱一个灵活个安尼，啊，后续大一拢无啥认真吼，所以咱请各位真甲后续包涵一下。啊，第一句是吼，输的鱼因为你本身伤心又袂醉啊。那意思是讲吼，像咱有当时啊，若是无法度理解咱老师师傅的初心的时阵吼，咱吼可能吼，咱一颗心啊，咱就关心这些问题。啊，若是无叫咱迄个无惊要无导正，比如说从后学就知影有一寡新鲜。最后吼，其实就离开的什么安尼，就是就变心啊，好老师吼都够艰苦的吼，因为咱道理拢无相信咱老师，拢无甲咱老师做伙行，所以吼咱老师够相信，咱就拢就会，即个心就会碎掉啊安尼。像咱若是有做爸爸妈妈，后续可能较无咱遐体会，因为后续无做爸爸妈妈，可能跟咱爸爸妈妈若是囡仔吼，拢安尼家己。无拢无明白伊个苦心个事，讲出来就心内吼，都会做艰苦个，对不对？拢无听伊个话。啊，苏慧心，因为你才有甜蜜个滋味。像好学吼，拢会想着去甲咱妈妈抱抱个，啊，甲咱爸爸抱抱生孩子个，所以伊就会心内吼足欢喜个。啊，好学拢会感觉，啊是安那，会因为安尼就足欢喜个，啊，就甲伊问讲为什么？为什么好学甲恁婆婆就做欢喜讲，啊恁怎么惊？我恁也是安尼吼，甲伊生奶伊啊，佮咱吼甲伊感情咧做好个，安尼人家吼生奶吼就突然出现一种很做欢喜个心情安尼。虽然老师嘛是安尼嘞，上好学吼，但是会后尾困个时阵，讲老师晚安哦，哎，甲咱老师叫一下。啊，就是咱老师吼会，所以咱就唔知啊，恁老师可以做欢喜个点点，因为吼咱时时刻刻吼，拢有甲伊讲晚安，就拢有想着伊啊。像后学拢无逐工甲咱后学妈妈讲晚安个，啊，毋过拢有甲老师讲晚安吼。哎，所以后学看不到讲，咱若是讲恰恰吼，咱若是看一个前年拢甲伊拍照，包括拍过一个熟识，就是拢会感觉就熟识伊啊，爱甲伊抱抱当当，咱就感觉讲。大家拢做亲切，拢会做好个安尼，就是咱拢做欢喜个。像好学即摆对恁笑啊，恁是怎个？他也想要笑起安尼，对不对？所以咱老师也是感慨，就是咱也是吼，拢一直拢去笑着咱老师吼。啊，咱就知影咱老师拢对咱做好个。啊，心内感觉足温暖个，感觉伊拢袂照顾咱，应该是安尼吼。啊，咱苏慧锦啊，伊种心吼，甘愿食苦心滋味。咱拢知影讲吼，其实咱老师吼实在是为咱吼做奔波啊，拢会然后为咱食苦，咱拢无烦着尔。像咱定啊，若是拄着一寡代志，其实吼，咱若是拄着无好代志，可能拢是咱老师伫甲咱大事化小，或是大项个啊吼。啊，毋过伊化化落去。细汉个，啊，细汉个吼，佫画落去变伊画画安尼，是咱拢毋知尔。咱老师吼，伊咱师傅拢会评价讲，知影讲细汉吼，你啊吼，佮伊有一件代志吼，会无好，啊，囡仔佮伊个来关心这组代志，因讲讲讲个，讲条条讲讲个吼，看佮咱甲咱道理个遮无好个代志化掉。啊，若大汉个无法度，规个化落是化成细汉个安尼，所以。咱千万袂当去讲吼，刚刚咱家己吼拄着无好个代志，就是遐想吼讲啥师傅拢无甲我斗相共安尼无好哦，因为师傅其实伊斗相共去啊，是咱拢毋知尔。啊，老师佫讲吼，都会一心书教吼，啊，佫会甲咱用心教吼，拢做用心安尼，就像咱爸爸妈妈咧顾小朋友共款。拢做用心的，拢甲伊教做甲无微不至安尼啊！哎，老师佫讲咱度有滴无滴，迄是讲予咱叫做细汉。
因为咱是若开始若咱行道场的时阵啊，拢带囡仔同款。其实咱是求道了，咱在求道，你是咱一个生日对不对？啊，咱这个生日其实就是咱从一岁开始，咱走道场的一岁啊。啊，所以吼就是做细汉对不对？啊，老师这里刚刚就是安尼甲咱教育，因为咱这个代志拢够复杂的，来好好爱来就着听课来学，较会渐渐知影讲哦。咱阿姨需要去注意，啊有啥物代志吼，咱会当去做，啊有啥物代志吼，咱会当去做，通会当了完安尼。所以即个时阵吼，咱老师吼，咱因咱毋知，所以吼，咱就会想讲要去学习整理啊，去学习整理啊，对不对？啊学习整理就像咱吼主动去牵老师的手同款，老师嘛会甲咱牵的。所以吼，老师甲咱牵手的时阵吼。真的被照，刚刚被照，卖照哦。等那个老师看小鸟的课啊，把那个老师放回来了。啊，我刚放回来哦，跟本心体老师跟小心啊。所以哦，那老师刚刚我们看伊的手的迄动画哦，就是爱一张好的相片，因为咱拢知影生物钟做很厉害啊，拢会一挂画面其实吼，伊拢会。拢会记着，啊，咱就是巴士铁路做厉害，拢一挂画面吼，我拢会记的。所以吼，即个像咱一条相片同款吼，一世人吼拢记条条安尼，拢无法度放袂开。啊，老师讲，所以吼，伊一心吼照顾咱，照顾你，照顾咱，希望吼万念归初收尾。啊，后续你还是讲，啊，老师都对咱遮好啊，啥嘛，咱搁爱。个老师就叫咱爱原谅伊，收走伊一切安尼啊。啊，后续想想，应该就是，迄个时阵吼，咱老师伫个暑期带学的时阵，是不是特别沟通啊？啊，伊其实来做艰苦的话都袂来，所以就刚刚讲吼，像伊因为伊无法度互咱做到吼，咱当无微不至吼，拢袂去烦恼有诶无诶吼，所以吼伊就刚刚做艰苦的话都做到。对咱做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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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咱个会拄着无好个代志，互咱无法度。啊，毋过伊认真滴尔安尼，所以伊就希望互咱咱有个良知安尼。啊，毋过其实讲起来，咱吼家己嘛去想，阮老师其实已经替咱做足侪啊。咱真正会当互咱老师叫安尼想吼，咱家己来拍拼。老师就讲吼，咱伊一心照，一心照顾咱啊，希望会当完成为师父上辈。啊，好像就想起以前吼，好像有前线，然后像在开讲的时候讲的讲，咱老师吼，大概临堂的时阵啊，也是要退校的时阵吼，拢会伫遐哭，哭到吼，伊搁要离开咱啊，咱搁看袂着伊。啊，毋过其实伊拢伫咧咱身躯边啊，只是咱拢看袂着，咱拢介意看迄，就是有实体的临堂伊的状况，对，跟咱讲老师伊的手靠伫咱上。咱是比对不对？所以老师吼，就大概若是要退校的时候，就来开始考安尼。我想听迄个真正讲，伊有一个时间，咱老师讲，老师讲，咱卖去考啊，无你咧考好大，拢在咧考的，你安那？安尼，咱就是因为你拢在身躯边啊，所以咱袂当安尼刚刚讲讲，咱看袂到即个形象吼，就是遐是背后背的安尼，袂使吼，因为咱老师其实拢在身。那老师就讲，照顾你，照顾你，等家你站下去啊，就是像咱呾在旧的，那是呾在听真理尔，对不对？所以就像爱去记呾安尼。啊，咱若是真理拢有听入去，啊，拢有好好学习的时阵，那是就开始大汉啊，对不对？啊，大汉到咱知影讲吼，咱就是爱对真理去行，袂当看人行。啊吼，搁家己吼，感觉咱就是爱有着，咱着着付出，爱知影讲咱其实落来吼，拢是在了完诶。爱知影吼，知影讲咱爱做到这时阵，就是咱会常常会当徛会起床，或许着会当上来学习了解人，对不对？啊，咱着搁一直当徛落啊，好哩。啊，所以吼，老师吼着刚刚跟我讲，哦，咱道理吼拢有在。长大成人安尼袂歹，啊，老
师讲我一句关心你吼，借一句歌唱出去安尼。有当时吼，咱像候选爸爸，拢会伫遐，咱候选要家己生，查某囝也是要甲爸爸生，咱的时阵，爸爸拢会讲，哎，咱安尼啦，啊，心内吼总欢喜安尼。所以吼，有当时一句话吼，伊拢讲袂出去，然后选择安尼。啊，所以咱老师吼，也是伫遐类似的情况，啊，毋过伊就是。就咱情歌唱出来互咱听安尼，所以咱老师讲吼，伊吼，伊一生吼，伊一生来照顾咱，啊，就算跋山过岭嘛，袂要紧安尼。所以或许就遐想讲，啊，老师安尼，我幸福诶，咱袂当拢袂当想，咱讲吼，替老师想嘛，替咱家己想，因为其实。咱老师爱咱做遮个代志，其实拢是为咱家己好个，对不对？就是利益众生，人利益家己，啊，搁利益咱个祖先个，对不对？咱神父太有可能叫咱去做歹代志啊，吼、哦，一定就是伊叫咱做个代志，一定拢是好个啦，对不对？所以吼、哦，咱好歹听老师讲个话，因为咱老师为着咱吼，伊吼无双过了吼，拢会使要甲人食好安那。拢是为了要予咱遮个徒弟会当好安尼，所以伊有习惯关系。或许恁过来听一下好无？啊，无啊，无。好，好，恁过来听一下吼。啊，会晓唱的先唱，啊，会晓嗨的先唱，做伙嗨哦，做伙唱啊。等待
是我的生活。